金可以高过于全台北市最高的那个101，甚至于最近要就是 announce 说要创破101天价的那个南山广场，可以告诉我其来何自啊？凭什么告诉我一下？因为其实就是在这个市场上的需求非常非常多，但是 A 级跟 B 级的办公室，实际的供应量在这个市场是完全没有在大量没有在成长，所以其实一间办公室大家都是抢着要租，而且又是租不到的一个状况下，租金就是不断一直的提升。也是哦，我能够理解他那个 David 刚刚意思说，因为这边小房子太多，就是那种他们传统的那个透天的那个房子太多，所以他们要整合那个产权有点困难。所以基本上其实 A 办或者 B 办，不管是 B 办或 A 办，它的供给量在整个商圈里头是很有限的。对。然后 That's why 大家都要挤到那个既可残存的那个存量里头，然后加上他刚刚讲有这么多的外资在进入，加上我知道那些越南他们签了很多免关税协定，确实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外资的投资发生在整个越南，就包含胡志明市。那讲到这个商办，你可以再帮我们介绍，听说最近还有一个那个新的一个建案，目前雏形已经出现，可以告诉我一下那栋是到底在哪边吗？大家可以往你的右手边对看一下，那位于在拓湖的这一段叫中泰区的位置，那边有一根顶天的一个建筑，就是所谓的 Central Park 81，那会是在明年2019年非常指标性的一个摩天大楼，同时它会有非常多的 A 办以及apartment， 然后饭店都会在进驻在里面。所以其实会有三种用途的在那里头。是。所以你刚刚讲的 office， 然后 hotel， 然后是 residential 三个。对。OK， 所以呢，我可以故意把它讲的是胡志明的胡志明之丘，所以它的 residential 在卖。对。那 residential 在卖。哦。OK OK。所以未来我们这边就不会是最高楼了。嗯。之后就会完全50楼、51楼。超过这个 Mitexco。大概60几楼的楼高，那一栋建筑会直接盖到81楼。哦，那请问它能够在胡志明市称王，大概能够多久呢？大概预计只会到2025左右的一个时间，因为2025之后的时间呢，将会在这个地方。哦，你所以大家看到，大家比较一下，胡志明就好像是上海的这个金融贸易城市，黄浦江两岸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所谓的外滩。那外滩区呢，这个地方叫做守天区。那守天区在右手边这个位置呢，未来会有一个也是摩天大楼，它会盖成叫做 Empire's ATA。那它会超越刚刚所看到的81楼的建筑，盖到88楼。那这就是所谓一个非常较劲的一个建商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市场。那同时它里面呢也会设非常多的 A 级办公室啊，那它甚至就是5星级的饭店，还有相对的它会有住宅在里面。哦，那我问一下，你刚刚说 Empire， 它是 Empire City 的 Empire ATA。那这个是建商是哪一个？是哪个建商想要挑战 Vitexco Group？其实也就是这个不是 Vitexco， 这个是 Vitexco Group。对，那个是 Vingroup。Vingroup 是越南最大的。对 ，Vingroup 也算是在市场上越南市场上的五大建商之一。它算内资吧，它算是那个陆对，同时也是在越南上市的公司。那这个 Empire City 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，它是新加坡的建商，非常知名的建商。那 Empire City 总共跟4个建商一起去合建这个项目，就是跟刚才那个对西班牙同一个建商，对不对？是没错。那最知名的就是这个 Temple Land。那未来在这个地方呢，预计他们的房价可以来到每平米15000美金到甚至2万。上看到2万，这都是真的、啊，对，非常可预期的一个。我们如果换算成台湾的话，15000到2万，算15000哈，15000，因为是每平米美金嘛，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150万，差不多台币每一平哦，每台币。不过因为你想，各位可以想想看，要在这个市场上买到最知名的、竟然最高的楼层，你一定要 pay 一定的 price 嘛，所以基本上在这个。你说是住宅吗？刚那个150。对，住宅。OK OK。所以在这个市场上的涨幅，可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。好，那请问它现在房价多少？现在在 Empire City 来讲，对 Empire City 的话，以住宅第三期来讲，最前面这一段面盒的，那它会做成一个非常精品的一个豪宅类型，总共预计只会有150户。那对于海外人士只能够购买3层的情况下，大概只有45户。对，那它的价格现在预计大概是4500到5000美元一个平米。OK， 所以大概合台币大概45万到50万台币每平，差不多这意思。是。
然后就在这边。好 ，OK，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en 真的长得蛮像上海的，就是这边是什么叫旧城区嘛，像那个浦西，然后对面就浦东，浦东是金融新区，这确实，我只能说他们模仿学习的其实蛮能力是蛮强的，就是完全把上海搬过来、啊，概念也是蛮极致的，发展到一种极致。